欢迎来到 VideoScribe 第二个教学。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创作一个场景和储存好的 project。首先，我们用电邮和密码登入 VideoScribe， 然后用 Create a new scribe 开始新的 project 画面。我们开始建立第一个场景了。第一步，我们用 Add new image 打开内建的图片库。首先，你可能会见过曾经使用过的图片，你亦可以按照类别去寻找一些高质素的图片。资料库的图片会定期更新，而且有超过7000种图像的选择。你亦可以用 Search 快速搜寻所需要的图片。如果想放大其中一个图片显示的话，可以用 Right Click 来到预览一下。当选择好图片之后，就可以 click 一下加入 canvas。你可以调整图片的大小和位置。VideoScribe 提供很多这种风格的图片，简洁的线条而具有表达性。你亦可以汇入预先准备好的图片，格式可以是 SVG、JPEG、PNG 和 GIF。只需要 click 一下 Add New Image。使用汇入的选项，选择输入连结，又或者由电脑输入。而我就准备了一张荧幕截图，拣选好之后，就会出现动画的选项，选择图像的显示方式。我选择了绘画出来，这种形式会适合复杂的图像和照片。第二步会加入文字， click 一下 Add New Text， 然后开始输入。可以用 Return 或者 Enter 来间行。这里可以调整颜色、排列、字形和字体。这里我会选用绿色和蓝色的配搭。对齐正中和用 Lobster 这个字体。选好之后就加入画面。你可以移动或者调整字的大小。那我们就创建好第一个场景了，有图片和有自定的文字。我们可以预览一下个效果。完结之前记得要储存好 project， 那之后就可以继续创作。储存的掣就在左上角，你可以选择储存的位置和命名个 project。如果想更有组织的话，就可以开新 folder， 然后储存不同版本的 project。你亦可以选择储存到云端， click 一下 online， 就会上传到 VideoScribe 的云端资料夹，那就可以在任何一部电脑看到。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场景了，想了解更多的话，记住看其他教学片啊，拜拜。